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50集，不知不觉1500这个编号已经到了一半。那我们今天挑一款，当然是变形金刚世界里头精神领袖，致敬了 G1 的 Optimus Prime 作为形象设计的这个叫做 Light of Peace 和平之光，它是魔方推出的 MP 级别比例的玩具。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包装盒。真的是好看，画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这个叫羊角啊，这个把 OP 的一个高大的形象，还有一个夕阳逆光的形象，后面还有高楼大厦，那可以把这个人物呢衬托得更加的巨大，而且他没有把脚掌拍出来，所以你完全不知道人到底跟他的比例是多少，可以把这个人物呢画得更加巨大的一个形象。那这个配色啊什么的非常温暖，很好看的一个盒子。那后面的话呢，就这个比较普通啊，但是用了一个深色的背景，然后红色的车头，蓝色的这个车尾，比较鲜艳的颜色，车头灯再给它打个亮啊，再做一些冲击的一个效果。整体来说，这个包装盒我给的分数是非常高的，质感非常的好啊，确实有魔方一贯的这种审美的一个设计感在里头。那玩具的内容物呢，有一张跟封面一样的人物卡，但是它后方就把那些高楼大厦给去掉，而用成了变形金刚 G1 里头常有的那种格子状。那后方的话呢，自然就是能力值了啊，除了速度还有这个火力稍微弱一点之外，火力怎么会弱呢？我这个没几个能够挨得了 OP 一枪啊。那人物卡是硬式的电话卡式的材质。啊，丢出去的话呢，是可以把人打伤的。那另外就是这个，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挂在车尾的这个部件。那这个部件的话呢，有两个，一个有多两个洞，那个应该是给我们拖货柜用的。但是这目前这款玩具呢，只有这个玩具的 OP 的本体，并没有附上货柜。那如果你说要讲附上货柜的话呢，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把先前他们小比例的这一款拿出来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啊，那我就不变成人了啊。基本上这两者的变形呢，95%啊都是一样的，结构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样。那后方的这个替换部件的话呢，也像啊，它的如果你要有孔洞的话呢，这个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这个挖槽这个洞啊，去扣货柜啊，不是很好扣，给人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评价。这次换成这样会比较简单，但是事实上啊，到目前为止货柜的话呢，应该还没有出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款玩具的这个整体来说，它给我的感觉吧人形正面来讲真的很好看。那你要说背面不好看吧，背面其实也很好看啊，线条什么的非常的利落。在人形状态下，它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缺点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对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凹下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洞啊，这个是不可规避掉的一个缺点了啊，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省略掉的啊。然后这个部件啊，这个部件应该翻下来，把它给限制住。这个部件呢翻下来的话呢，其实对于脚部的这个部件的密合度是有帮助的。然后胸口，大家应该也会关心它的一个领导模块，领导模块也是有的啊。领导模块的话，从这个地方，那它是一个蓝色的部件。而且它不是金属部件啊，那要拿出来的话呢，是如果就是如果你技术不是很够的话呢，我是建议啊用点小道具啊什么的把它给抠出来，那给各位看一下。那这个领导模块呢，不禁要说让我小失望的是，它翻到背面，这个细节就省略掉了啊，正面有啊，但是背面就没有。然后其他的就是两手上的武器了，配件的话呢，大概就讲解到这边。那这里武器啊，给各位看一下。首先，把能量斧，能量斧的话呢是上下扣住。那这个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是上面这个盖子要打开。那一样，这个扣上去之后啊，非常的紧呢、啊。如果说手法没有办法一次把它撬开的话，我会建议还是使用道具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反握的一个形象，从下面这样子握上去。那这个能量斧的颜色呢？非常的鲜黄，我有点不太记。如果跟，因为我对美版 MP10 的印象比较深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颜色有没有太淡，还是说应该，可能更接近裤裆这个橘色，可能会更接近。
还是说剧院里头本来就经常有作画的一个 NG 啊，就不管，反正斧头就这样子。那边边这个看上去很尖锐，但其实还蛮安全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啊，放到一旁去。然后它的枪的话呢，是手打开了以后，女朋友有一个插孔，虽然看起来很短小的一个凸，但毕竟是黑色的，还是很够力的。插上去之后，握上去之后的话呢，紧实度还是很好。那没有发光的一个装置啊，也没有弹射子弹的装置，就是一把枪的造型。那手指的可动度比较好。那这个，我觉得吧，我好像很久没有感受到说第三方的手指有做到这么丰富细节的，好像也很久没有了。那一个紧实度还好啊，基本上不会晃，两手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说，整体玩具的紧实度其实都算偏好，包括魔方啊，或者是有一些玩具呢，它如果说多了这个关节的话，通常都会偏松。那这一次的话，如果你把它卡紧的话啊，卡紧的话是真的，这一次支撑力度算是很好了，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你由下往上晃，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去有问题的。那电镀部件的话呢，就腿的侧边还有肚子，然后头部。没有发光的装置，天线可以移动，变形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天线。口罩脸啊，我对 G1OP 的面雕，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家做的最像啊。这个，因为我对 OP 的脸，这口罩脸其实没有什么很多大的研究，它可动很好，这样各位这样看也看得出来了。腰身可以转动，手臂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往外搓、往内动的一个关节。手臂的平举啊，没有问题。二头肌转动比较紧，然后手肘弯超过于90度，但是这个地方啊，刚刚提过了，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比较裂开的一个位置，比较不好看啊。那胸口啊，透明的部件。脚的话呢，这个裙甲这里啊会跟着动啊，这点不错。这里有齿轮关节的声音，各位可以听到啊。对了，这里也有齿轮关节啊。肩膀有齿轮关节，这个我觉得以这种做到所谓的 MP 大小的玩具，你这个地方有齿轮关节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侧踢都有，这个膝盖的声音更大，然后脚踝也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接地的表现。那脚底板算大啊，前后的幅度算是做得很大的。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没有任何问题。拳头的话呢，还是把它握紧吧，这个全都把它握紧，做出一个。那这里的话呢，是还有一层的关节嘛，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在人物要做出站立打拳击的动作。这个应该是说，变形金刚第一集吧啊，这个我是说电影第一集，那个有 OP 啊出来第一次变形，准备跟这个 Megatron 干架的时候，他是朝上看的，所以我对这个动作的话呢，是印象比较深刻。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他的背包啊。它的收纳的非常干净，但这一款的话呢，没有附什么飞行背包啊之类的啊，这个小比例的那一款才会附上。好，那我们来进行这一款和平之光的变形过程。它的变形过程跟小比例那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几乎快要一样。那手部的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那我告诉各位几个关键点好了，我先把这只手。单纯把这只手给变完，让大家看一下。你先看一下这一边的变形过程啊，这样的打开来，这里不见，翻开这里往上搓，上搓转过来到后面，这里转过来，拳头给收进去啊，拳头应该先收啊，收，这样的过来到这里。好，这个手臂的话呢，变成这样子。这个是它到时候车头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点。那它变成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有两个特征啊，就是它这个螺丝钉跟手上这个三角形啊，都是朝人形的背后。那你如果记住这个形象的话呢，就不会说很难了啊。先把这个地方搓位搓出来，然后呢，整个这块部件整个往后面搓出来。搓出来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它这个地方，这里。本来这里有个红色的凸，扣进这个红色的凹，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凸往上移，换下面这个来扣它，啊，就记得要把它给往下扣进去，啊，先把拳头给收进去啊，这里往上面，
转上来到这边。好，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记得了啊，把这个朝后，这个朝后，好，转到这个形象，再来就怎么样呢？这里直接转个90度就可以了。好，这个的这样子记忆的话呢，应该非常简单啊，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很好说明。那我们就进行其他部分的变形了啊，看起来很得意洋洋的 OP 啊。这个部件的话呢，直接往后面拔开来就行了，然后呢搓开来，整个给拉出来。后面这块部件呢翻轴180度，这两片部件呢稍微往内搓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再来我们把整个身体的部分给解开，后面两个部件呢往侧边翻出去。手臂的话呢，先把它往旁边吧，不要妨碍到我们，往侧边，往两侧拉下来之后，这两个部件它是有一个滑槽滑下来的啊，看到了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转到前方来，到这里，转到这里之后的话呢，再把它内部啊有两片部件翻出来，翻出来，好，到这边，先到这里，那这里也是一样，滑槽滑下来之后，这个地方旋转，然后呢，内部这里啊有两片部件，一样的把它给翻出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团混乱，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再来把胸口给打开。胸口给打开之后呢，内部这个部件把它给拉出来，旋转180度下来之后，再旋转这块部件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呢，趁这个时候胸口这里有空位才能够旋转啊，把这个雨刷这个部分给翻到外侧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胸口这块往下放，小比例的话有一个滑轨，但这一款没有，直接往下放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往后面搬，头直接往下靠就行了，头上的触角呢往后面压，到这里为止。我们呢接下来呢可以做一个动作，先把这个两片两个部件往上面这里先过来啊，到这边。那怎么扣呢？它的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凸，它要扣进侧边这个银色的滑轨里头，还有这一块凸也要扣进这个滑轨里头，两侧就是一共有四个。我是建议吧，在这个时候呢先把这个四个地方给扣起来。那扣的时候呢，其实难度并不大。那这个部件记得要把它给推出去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小心把它给压进来的话呢，你到时候还要再把它解开，再把它推出去啊。这个部件记得先让它在外侧了啊。然后这里一样，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啊，就是有点像是咬合一样，把它给咬合上去。好啦，那这个这样推一下，整个车头的话呢就算 OK 了啊。那这个地方到这里推一下，好，稍微去对一下它的一个形状。接下来就是把手臂啊给塞到侧边这里，这个就很简单了，你对着这个形象这样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强行的呢把它给塞进去啊，利用这个地方的一个多重关节把这个地方强行的给塞进去。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凸跟凹在这里有一个结合，这边记得把它给卡进去啊。到这边的话呢几乎已经卡得非常的稳了，这里也是一样的，往下进来，这边给各位看清楚一点，这样子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塞进去。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粗暴一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认为觉得这款玩具的容错率跟它的一个耐玩度是比较高的。到这边你看这个玩具整个碎开的话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就是把这个地方硬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两侧的门啊就把它给扣起来，你看到没有，这个车头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镜头放低一点啊，好，那再来把这个地方往上面盖上来，这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往上盖，然后躲过这个烟囱啊直接往上盖，盖过来到这边。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说利用一点塑胶韧性就把它滑下去吧，扣起来到这个地方，到这里侧边这边都把它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密合一下。然后这个部件下来的时候，我刚刚有提过啊，这两片部件不要往内打到底，稍微要往旁边开一些些啊，你以能够调节进去为主了啊。那你稍微的打开一下，把这个整个车头稍微开一点，我们就是要让这两侧这两个凸跟凹从这个地方给扣进去，好，把它给卡进去。卡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去做一些细部的小调整都是没有问题的。在这边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推进去，车头的话呢暂时是到这里了啊。那我们紧接着呢就把这个尾巴的话，不是尾巴，这个屁股啊给打这样子。我拉这两面裙甲只是方便我做一个翻折啊，并没有说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然后呢，我们由下往上，从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扣下去，咬合咬下去啊。好，扣上去 ，OK。那车头的话呢，你可以最后的时候呢再做一个调整，这问题都不大。到这边，这个车头啊什么的，之后再调整就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的变形是更加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脚的话是要翻折180度，先翻这样就行了。这个部件的话呢，先把它给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脚的话从这个地方撬开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撬开来。整片部件的话呢，这一片先进来，这一片再包过来，待会还是要往上放的。再来我们把怎么样呢，这个前部筋部这地方戳下来，戳开，主要是这一片戳开，跟它之间距离戳开之后，里面这个部件呢就可以把它给有个连接杆，这边就给把它给划出来了。划出来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把内部的另外两片部件都给翻出来，然后旋转180度到前面，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把它打成是直上的一个方向，这个大的电镀件要包小的电镀件，这样子过来。那我们就怎么做呢，把这个脚的话呢，这片部件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往下搓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凸根，然后扣上去到这里。然后的话呢，前面这个部件这里有一个咬合的一个点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好的，那么这一侧的变形也就算 OK 了，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在这里，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组合的卡扣，都把它给扣上去。那脚的话它是这个样子啊，这一片部件是往下打下去，这个地方跟小比例有一点稍稍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的话呢，它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尾灯啊，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翻出来。那么这一侧的腿就算变完了，很简单啊，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推开来，因为推开来之后我才能够把这片部件给翻出来啊，你不把这个推开它这里会挡住的。然后的话另外一侧一样，稍微裂开它，然后小的先进来，大的再上去，这个连接杆待会再把它往下做，现在还不用啊。那我们就把这张错位错开之后，里面这块部件透过连接杆就可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旋转一下，里头两片部件把它翻出来，然后旋转部件把它往前面翻，脚往回靠进去了，这个部件可以往前面缩了啊，往前面缩，缩过来之后，把里面的这个小的电镀件打成是直的，然后外面这个大的电镀件去包住它过来，这个部件呢就是这样子过来，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它的变形容错率是容错度是真的是很高了啊，这是我觉得这款玩具可以称为玩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加分点。这边好，扣上去，然后这里的话呢，白色的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对一下啊，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小的先上来到这里，然后这个脚的话呢是其实应该先翻转的了啊，然后底板是往下面翻，这个地方往前面戳下来，戳下来之后呢，这个部件往上面翻到这边，两腿再做一个合并，合并之后的话呢，侧边这里啊记得要检查一下，它这里是有一个凹槽跟一个凸是要扣上去的，这个地方记得要扣，然后尾部也要记得扣。那这款怎么说呢，它有一个让我觉得是它的这样子滚动性是还算可以，但是稍微可以再调整一下了啊，主要我觉得是这个地方可以再推上去一点。哎，那它的话呢是有一个这个车头我等一下再调整好了，主要是它后面这里没有卡住啊，它只能够依赖这个东西呢来做一个组合。那因为它的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部件很重要，况且它整个尾部啊，就车尾就非常的稳固了，非常的稳固，基本上也不太会散架，对于车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造型我认为是有一个很大的加分的啊。但是呢变成说在人行的时候好像这个部件就不太清楚要放到什么地方。我们来看到这款和平之光的车形态，我还是要抱怨一下它的车尾吧啊，确实如果你这一块部件不装上去的话呢，后面是整个真的是蛮松垮的，然后后面整个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片的空白啊，尽管这个早期的动画的细节没有说很多，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点让人家意外。
然后它的这一块裤裆这个部件还是一样是存在，这跟 MP10 的那个感觉是有点像啊。那滚动性的话呢，完全变形到位的话呢，还算过得去，那你还是要稍微去调节一下啊。那它的轮胎是一个橡胶的啊，这个地方可以单独的去把那个轮胎拆下来。电动部件倒是很多啊，这个地方还有轮框。那它的一个后照镜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比较松，我找不到固定的方法，稍微推一下就会最收进去。门的话呢是可以做出打开的一个样子，但是就是里头没有任何细节的刻画。如果你只要借位拍照的话，这样子摆啊还没什么问题，这边侧边都可以打开。然后雨刷就是涂装而已啦，不可能真的打开。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会强烈的建议吧，除了说一二三四里头有四个卡扣咬合之外，这块部件过来这里咬下去的这个地方，我也会建议你把它压下去，然后这个电动部件往下面压一些啊，尽可能让这个地方的密合度好一点，它跟着上面的密合度也会比较高啊。如果这个地方咬得不够好的话呢，上面这里裂缝也会跟着比较大了啊。那我刚刚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应该是漏了啊，这个地方把这个烟囱往外放，然后这个烟囱长度是可以拉长，人形是这样，车型的时候应该是把它拉长，应该是没错吧。然后车尾灯有涂装，那这里后面也是一样啊，它是一个松的，至少我是没找到地方就把它扣起来了。那它附带的这个应该是拖货柜用的这个部件，具体来讲什么时候会有货柜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整体来说我对于它的车形态，你看这个完全变形到位之后滚动还是很安静了啊。它的最大的卖点吧，我认为是它非常高的容错度，还有蛮耐玩的一个材料。虽然它应该不是这种尼龙材质啊，可是它就是玩起来是可以很安心去把玩的。那变形来说的话呢，也记忆点是很强，特别是腿的变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身体的话呢，再把这个手臂啊，就是 G1 的这个 OP， 把手塞进来的这个变形过程啊，是很关键的。那个地方如果有塞进来，其他的这些卡扣啊，通通都是靠手臂进来之后才能够实现它车头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说啊，在这个非常经典的那个画面的这个加持之下，这一款玩具的变形我认为是好玩的。但它的一些毛病就是什么呢，车尾确实是比较松垮，还有它的应该怎么说，细节的刻画真的后面这边实在是太稀少了。我忍不住来多讲一下这个，你看像这个部分啊，什么打开来看的话啊，你真的是可以强烈的去感觉到说，好像就是少了点什么的感觉啊。尽管它是一个玩具吧啊，可能以能够痛快的在人形跟车型之间变换把玩啊，是它很大的一个卖点，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吹毛求疵要求很多细节部分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这款不会让你很满意就是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魔方的和平之光，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